丰隆穴主要功效祛痰化湿。穴位定位，丰隆穴位于小腿前外侧，当外踝尖上八寸，条口外，距胫骨前缘两横指、中指。主治疾病：咳嗽、痰多、胸闷。掌握以下四种穴位疗法，有助于预防和改善上述疾病。一、按摩方法，用拇指指腹点按丰隆穴3至5分钟，长期按摩可改善胸闷、眩晕等。二、艾灸方法，准备一个打火机，一根艾条，用打火机将艾条点燃，用艾条温和灸，灸至丰隆穴5至10分钟，一天一次，可治疗咳嗽、痰多、胸闷等症状。三、拔罐方法，准备气罐、拔罐器、毛巾，用毛巾将穴位清洁干净，用拔罐器把气罐拔在丰隆穴上，留罐5至10分钟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痰多、胸闷、眩晕等病症。四、刮痧方法，准备刮痧板、经络油，在穴位上抹上经络油，让刮痧板的边缘向刮拭的方向倾斜，用面刮把从上往下刮拭丰隆穴，潮红发热即可，隔天一次，可治疗热病、下肢瘫痪等病症。操作完毕。